首先摊开干净的尿布，再解开脏尿布，以卫生纸从病患会阴部往后方肛门处将排泄物擦拭干净，如此可避免被肛门的细菌污染尿道，再以热毛巾、干毛巾的顺序擦干净。三，使病患侧卧，将脏的尿布卷至身体下方，铺上干净尿布的半边压于脏尿布上。若病患可以自行抬起下身，则请病患抬高臀部。四，使病患仰卧，拿开脏的尿布，铺好干净的尿布。